我一开始觉得挺孤单的，我一个人在北京也挺无助的，没想到出绿了，真出绿了，漂亮，我们以后就是有钱人了。王先生，玩两把。这是真金。在你的眼里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，你就像个孩子一样。你学坏了。我是你兄弟，不管你做任何事，我都支持你。遇到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遇到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们还要继续利用他们。真的很开心。没有价值的活动只能成为绊脚石。为什么？我们身处其中啊。我花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的东西你却轻松拥有了。你不信任我？在企业面前都靠不住。主任，戏演得不错。小瑞，没事了。我需要你的眼睛。没有黄金瞳，我们是活不了的吗？没有了黄金瞳，我一样是庄瑞。生命的绚丽与短暂，正如获得黄金瞳的人生。能够看透一切，真的好。